你还蛮注意我的一举一动的嘛，不然留电话吧。我看八成是那个幼稚熟女打电话来哦。 林叔，只想跟你说一声晚安。受伤的部位还痛不痛？还好，公司的事情现在到你。都受伤了，还忘不了公司。该交代的都帮你交代好了，你先好好养伤。谢谢你。霍达睡了吗？霍达，你要跟他说话吗？但是他不在医院接电话，因为他是有常识的好公民。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他不想接就算了，你替我跟他说晚安。严叔跟你说晚安，关掉你的手机哦，吵死。嗯，关灯，我要睡觉。你关啊。 为什么我去关啊？不是你去关，你的手又不是完全不能动，并不是我不帮你，而是你没有说请。我无所谓啊，我开着灯也能睡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帮我关灯。什么？ 你按紧急铃，要我来帮你们关灯。霍先生，这里是医院病房，那叫做紧急铃，不是 KTV 的包厢服务铃。你们不要太过分好不好？你是他哥哥，住在同一间病房，他不方便，你就不能帮忙关灯吗？简直是莫名其妙。